来看今天新闻哦，今天新闻的讲这个人，咱已经报几下拜了。就是讲除夕有无？除夕夜放火烧死因家人的人吼，连爸母拢甲烧死吼。因遐兄哥吼，实在是挡袂住，讲啊，你这个定这个法律也无效，啊，这像这款人，啊，伊都也无悔改的心吼，啊，而且伊都这么行业，啊，佮连甚至连新闻记者你甲翕的时候，你佮你比中指吼。啊，所以买手啊，这摆哈，已经经过这个做三审的这个判决啦，有当时佫发回更审啦吼，拢共判足侪年啊吼，判到即嘛，终于佮判死刑啊。判死刑的原因是安内，这法院最高法院讲哦，伊这点汽油啊，这个做点火吼，杀人的这个等于是无差别的对啦吼，伊种无分啥物人状态的对啦吼，判汽油嘛吼，佮来讲犯案了。这也无自首，也嘛无悔改，啊，而且吼，这言语当中充满报复，过来就是讲家属，佮即嘛嘛无要原谅伊，而且要求法院爱判死刑。第四点上严重是啊，杀死父母，这已经符合着两公约，就是咱国际有两个公约，最严重的犯罪，犯行已达人神共愤啊，这有这违反天理，国法难容啊，所以除了判死刑以外，无啥物选择。其实这个案件，若是讲要列这几条理由，再来判死刑的话，这我早就会当做法官呢。这差不多犯案了，隔当讲才上无一礼拜以后，我就听我写这理由出来呢，免遐久呢。你这已经是太刑警了嘛，刑警到这个程度，大年夜趁大家厝内底人，伊就是贿赂嘛，大家拢等啊，伊要甲恁烧啊。提无钱，心内怨恨，要总烧死大家，像即款人，还佫用遮侪年的时间，浪费遮侪司法资源，才去判死刑。啊，而且我来讲哦，即摆判死刑了，当时才要断掉。水断？无啦，水断！你敢知影台湾？啊，要讲加食足侪米哦。台湾即摆还佫有40个判死刑，还袂断掉呢。死刑确定啊，还未断掉，还佫有40个，伊即摆排第41个哦，排第41个吼，是虾米人要断掉？虾米人要先断掉？唔知啊哦，所以其中有这个本来41个，有一个84岁判死刑啊，关伫内底关7年，结果死刑还未执行，人伊先判白死啊。伊先走了对。咱台湾即摆吼，像这死刑就是非常最大恶极嘛。哦，穷凶恶极，最大恶极的人才判死刑。结果这即马还有40个人关伫个监狱内底，食国家的米，食咱老百姓的这米。哦，咱只是讲哦，咱讲哦，做这个人性本善，我嘛相信讲人一定有一点啊善良的心。但是你嘛爱知影，有一种人哦，做啥物，或者泯灭天良，伊的良心已经叫够薄呀嘛。哦，那伊本来是有的哦，本来有，但是伊良心叫够薄呀，就已经泯灭天良啊。这款人应该要与世隔绝嘛，与世隔绝，你搁家关于尴尬内底，虽然甲社会无接触，唔过咧浪费社会资源哦。当然有的人讲较讲人权的人讲啊，无要紧啊，你都可以到内底啊，无咱也无差一箱滴一个碗。但是问题是这样子怎么样让对得起这样子往生的人受害者？对你只讲究加害者的人权，没有讲究到受害者的人权。安尼你看这样受害者一拜过一拜，心内艰苦是变安怎？哦，你像迄个小灯泡诶，对啊，哦，诶嘛无判死刑咧，诶因为失觉失调症，什么啊，干啊判什么？有足侪单案。啊，唔过你像安尼阿伯伊若一个出来说一个失调失觉要安怎？啊，就是讲像这款情形哦，咱的国家吼一定爱吼。给咱的百姓一个交代，这个案件判死刑是予社会舆论一个交代，但是什么时候执行唔知影。到目前为止哈，咱的这个叫做，因拢用每一任的总统拢将执行断掉几个人来做这个计算啦吼。其实我感觉遐唔是重点，重点是讲你的公权力是不是有伸张啊？唔是讲啊，这个政治面总统断30个，佮几个断几个，唔是安尼。看会当死刑犯愈来愈少无？快当犯罪人愈少，社会治安愈来愈好无？这才是咱追求的一个理想的这个角度嘛。哦，不是讲啊，今仔日哦犯罪人更加大条，然后给社会一个交代，不是安尼，是应该爱让社会人知影讲，什么叫做公理，什么叫做正义，什么叫做邪恶，什么叫做唔对，是非啊。哦，咱代志是是非非爱分得清楚，爱有黑白嘛。咱人心内爱有知影对甲唔对，安尼话咱社会才会进步，才会和谐。哦，像昨我看一篇报道，写讲哦，有个人讲规气毒品卖判罪好啊，
毒品啊。是安那毒品慢判做？伊的理由我听起来嘛有淡薄仔道理，你注意甲听，伊讲安那呢？因为啊，毒品是安那犯罪，就是因为贵嘛，贵所以犯罪啊，因为买袂起嘛，买袂起所以去抢啊，对不？所以你贵起安那，贵毒品安那啊，毒品国家买，国家买就对啊，去公卖局买，哦，去讲啊，公定介绍。啊，比如啊，这偌济，迄偌济，偌济，哦，啊，公的啊，政府赚较少咧，卖互因有乌市的计数，安尼啦。有人讲安尼啊，提这款道理出来讲哦，因为这是啥物人讲的？一个监狱内底的这个做管理员讲的。伊讲哦，因发现着这食毒品的人，到落尾手出来了，佫倒转来，因为伫内底根本就戒掉，戒掉根本就戒无掉，哦，戒无掉，戒无掉，伊就佫犯案啦。啊，伊啥犯案？因为买袂起。你若一般本来爱开一万块买，即摆十块都买得起啊！伊反正食几世人诶，伊嘛未去犯难，对无？伊嘛未去犯难，伊食得起啊！啊，食了过瘾啊，会过瘾啊！但是问题是，迄食了对身体都无好。对啊。哦，这袂当用即款。啊，对脑嘛无好，啊脑若是产生变化是损。嘛是有可能搁伤害别人。对，伤害别人啊，对啊，就是安尼。所以足侪社会上有足侪即个似是而非的理论，啊，你爱去斟酌去理解，理解讲啥物是对，啥物是唔对。有的物件是安尼，你譬如讲像大麻，大麻你讲做侪国家是合法的，哦合法的伊是无，因为根据我了解，大麻伊是无成瘾性啊，伊食了袂讲无食会艰苦，伊袂。想要食薰安尼意思。嘿，类似，伊连食比食薰更加无感觉，食薰还佫会瘾薰，食大麻的人袂瘾，但是食大麻的感觉，因是伫讲捌食过人讲食大麻的感觉袂歹，伊是安尼讲，啊，毋过伫咱国家就禁止，咱就要尊重国家的法令嘛，哦，啊，若无你就去，无你搬去荷兰住。无咧搬去即个美国贵啊，有合法的所在住。即社会吼，太侪物件是咱无法度理解。对啊，但是唔好伤害家己啦，食起拢会伤害家己啦。好，过来看张啊，一个重大案件吼，即个都伫个迄个进前伫南西啊，开枪，开卡车开枪拍警察咯，好好加载警察情况，但伊还佫断着手机啊，断诶警察叫拍无死，结果即个走路啊，走路去伫个大埔，就是咱讲增温水库啊，咱去遐无？咱去佚佗呀，山顶。咱去山闸门水库山里，咱去看老鹰啊，看钓鱼啊呀。嗯嗯。人伫个迄种来去互警察逮着啊，因为伊拢伫个山里嘛，哦啊，所以吼，即个警察找着伊了吼，左右包抄，哦，四台车甲包抄，用两台货车甲夹过两台侦防车甲挡掉咧吼，啊尾啊，伊看到警察了，随开枪，向警察开只五枪，哦啊，造成吼伊个即个一个警察有叫小可。啊！榴弹去弹着，警察了回三枪，警察的技术较好，三枪其中一枪对头下弹落，啊，就死啊！哦啊，结束着伊这个这啊罪恶一生就对了吼。啊，伊这话犯作一案件吼，伊这算亡命之徒啦。对啊，昨新闻有咧讲，为什么拄着匪徒的时候，不是会先打那个轮胎吗？为什么这个没有？是因为这个的，一看的警察就是要抬警察，伊一定先开枪的，所以你袂使搁来抬迄个，袂使搁弹迄安尼，更多的警察会有那个伤亡。讲啊，你现在买弹我的卡得，无啦，你袂使啊，你弹，我弹你的卡，你要弹我的头呢，对不对？我才有可能弹你的卡。对吧？迄就是警察执法吼，因为因的尺寸伫，咱要相信专业啦。对对对。啊，像这个嘛无判死刑，你也看这个叶孙呐，哦，也共对啊，共死因外妈，伫南华共死因外妈，佮去隔壁因职工遐，佮因职工遐，佮因佮金宝啊，啊，佮同款佮共死，哦，拢在搞共对啊，太傻个呢，太傻个，竟然讲，因为为了一万块下毒手啦，讲这个人有在社会化的可能啦，啊，所以佮判无期徒刑。啊，这是我嘛唔知咩啊讲的，看即款新闻，你的心内感觉，啊，咱是要徛在倒一个旁边的人权讲啊，咱嘛无希望讲这个人去用判死刑大事，啊，但是问题是伊佮判死三个人，啊，佮伊的至亲，佮伊家己的阿嬷。啊！家己阿妈有法度落手啊？伊对别人敢会放手吗？对啊！啊，所以这就是咱未当理解的所在啊！看到这款代志，咱就是不可思议哈！好，这个空姐哈，这个有这听讲，这个向西头路啊，哦，因为伊去罢工啊，有人半路绕跑，所以讲要讲电报，电报这些啊，这个绕跑的人哈，啊，所以即马长荣那边啊，决定要甲西头路。我是想要替伊公正一下，今仔日若换准我拍十七天的日头，然后得到资方迄边遐的同意，讲愿意让大家待遇较好咧。
我对着迄个第二天，第一天甲咱做伙来，第二天我来绕跑，挖过对方迄边的人，我心内我嘛是起毛子嘛袂爽，讲两句啊，哦，心内讲两句啊，无一定会做，但是啊，咱嘴讲，咱刀子嘴豆腐心，但是讲讲讲的尔，啊，算了算了，人有人的苦衷嘛，卖给人见怪，人原说是安尼啊，结果你即摆甲人撕掉，你甲撕掉了吼，人我个人认为长荣你甲撕掉是有较超过，你会当回一个见过。哦、其实可以两方出来协商、嗯，就是说你安尼讲吼，有当时会造成人的惊嘛，会恐慌嘛，对不？啊，你会安尼做不？讲我只是说说而已啊，所以大家讲讲我亏得好。啊，无多啊，记一个小小的警告的。长荣这个公司我这样硬啦，因话吼，因的这个这资方的管理吼也是很硬啦，吼，所以你都那边你要恶别讲，伊就该管，该你辞掉吼。哦，咱台中一个开头门店的，尾也搁开律师楼呢，真厉害。哦，这开一个律师事务所，尾也调查起来。旧白啊，旧白你唔爱用。旧白有律师啊，伊都是一个律师，伊有实习一个律师嘛。哦吼。啊，这个律师吼，这个姓龚的这个律师就对了吼，啊，这白旧伊啦，哦，白旧伊，因为伊当时家是有改律师欠用钱吼，啊，所以啊，过来怎啊，这个一个月八万块的薪水钱哦。就摆会开律师楼，哎，律师楼我请真侪律师，一年我赚袂少钱哦吼，啊，然后就是因为进前个假机油事件吼，啊爆发了才知讲，哦，原来这个人开头毛店开甲则成功，开甲变开律师楼，你知不知道？哦，真厉害，请律师，家己考袂掉律师，啊，我用请落啊，请一堆律师吼。好，这当然即马这破案，这样查出来了吼，啊，可能这可能会违反到这个做违反到一挂法令哦，或者会向没收去啦吼。好，这个先报到这哈，那来。